8月1日至8月15日，本轮疫情累计报告阳性感染者10093例，其中确诊病例4816例，无症状感染者5277例，全省报告病例数持续高位波动，社会面发现病例比例持续下降，疫情总体可控，正处于焦灼对垒关键时期。三亚8月15日新增报告病例数同14日基本持平，新增感染者以管控人群为主。截至8月16日6时，现有患者10056例，其中危重型3例，重型6例，普通型86例，轻型2624例，无症状4228例，未分型3109例，累计治愈出院125例。